家好，我是台湾退伍军人权益保障协会秘书长邱伯荣。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在这边啊，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。我们政府非常的压榨，他欺负我们军警消人员毫不手软。每一个人，我们的心中就只争这么一点的尊严吗？我们今天早上在国防部抗议，我们要求政府要促进转型正义，必须追还义务役的最低薪资，每个必须追还40万元。你说有没有道理？我们政府你要转型正义，先把义务役的钱还给我们，把我们军警消的加班费还给我们，说对不对？蔡英文，蔡英文，加改革，加改革，冲到这，蔡英文下台，蔡英文下台，谢谢我们。